哦，我最喜欢吃中期蛋糕。最好吃的美食应该是客家料理。有两种干，一种叫做云南米干，一种叫大溪豆干，都是我最喜欢的。桃园没什么美食。我老婆煮的菜。各位桃园地区的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我是寇少恩。上帝在我们桃园做新事，1117新生开讲。我们要邀请您在11月17号礼拜天下午3点，在中原大学中正楼。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聚会呢？这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对话，也是我们对上帝爱的回应。邀请您来，带着家人一起来，邀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一起来参加。Go Go Radio， 我们一起 Go Go Go。